我还虚构了这个地方的青蛙画的，不是这个位置，人波波这个位置，对，这好像也虚，别虚构了。你看，这多少钱？8500。啊？8500？这修成这还8500？那些老都是一点点痕迹。哎，你给我报6500啊，大哥。6500。嗯，你现在给我报8500。还价到6500块钱，我修过。不行，我卖给你，要不要？不要，不要就修了。我你这是卖货把人挣的，这都挺辛苦。这个挺聊的，这个多少钱？大哥。这个1.8万。1.8。冰冰罐多少钱？1800。1800，价格不贵。多少钱？5万。这是啥情况？跟个腰子一样。啥？这啥腰子？你看吧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做过价了，高峰期这个出过7万。现在这个哪有那个行情啊？你说？所以就是说你没人要，你要15万，人家都认为是高了。他敢说10000，我立马给他钱。嗯，都是便宜老的。还明晚级，这种明末清初的这种，我不太懂这个。其实这个更好，这个更。当年这个形容不一样，嗯，那个有锈呀，那个不太懂这种，嗯，有一点点，嗯，这个不懂啊，冲向了3000，这个好，这个素材冲向了3000块，我的天，好，老板大卖，这多少钱？2600。哎。这多少钱，大哥？2600。包邮了。哎呀，李同志们，哎呀，大哥，干600了。不，你听我说啊，大家都同行。你说600，咱回去就想混那100，你说能卖多少？是，我也想混那点钱了。啊，我要买足的，这个价我早就卖掉了。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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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价80。